哩，还敢按坐？坐。来算他哦，有些宝宝在哪里？来先普及两方事情哦。旅游团呢，来跟他让，我就完全来资料，来来问报告是谁哦。还个下注安尼，当注安尼结束个时间就准备一只限量情哈，所以不论你就参加了还无参加，他就讲就做这两日哈吧。好、哦，所以这样没问题，所以咱不会摇到东西，所以不是 sell 哈、哦。所以底下呢，爱丽丝可以去进行，对啊，这一个节目台湾客家师傅演托，然后请李主委老爱丽做一只开头，还是分从本业报告啊，师傅接收所有人的问题，所以你有问题啊，你从本业谈到，可能对那个师，那些对那个人那些。提出来诶，你客家政策有问题诶，你全部都得提出来。我吼拜托你提议了，诶，问问题，唔许只个提议了警告，吼，诶，你许有只心态回答你诶问题，吼，好，感谢。好，大家坐。好。好，咱做大家基层爱护，对不对？因为铁结科吼，就来差不多吼，客家师傅啦。啊，这边呢，那你啊，西沙吼，都提到报告呢，那他青岛的上面讲，哦，人报告非常非常的好。啊，这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无办法吼，跟大家有个互动嘛。啊，大家有乜个意见吼，有乜个问题吼，啊，这边无办法，大家互相交换意见啦。啊，对方呢吼，今天有清创的时间，哦，大家各位上面吼，不管对那个台上的四个地方吼，政府的客家师傅有乜个问题呢？是客气吼，尽量提出来。啊，那个是对中央的吼，有乜个意见吼，哎呀，他叫大家不是客气，哎呀，多年来讲，较多青岛上进，建议青岛哦，建议青岛呢吼，那会拿做依据吼。来研究科学的部分呢，我们一天晚上就做，还都记个滴。其实我们个建议吼，不一定吼，那个比如讲，我们连书就要看到，哦，比如那个徐志龙先生啊，读连书破一个文，讲吼，就可能有都讨论呗，很没有可能，我们客家后生呢吼，有么可以话呈现吼？有上个来都要参加文化会议，哦，让个人客家未来的希望看得到。因为谈到就亲友，哎呀个建议哦真好。我看这个讲，哎，奶奶想办法，跟奶奶同事来研究一下，可能有办法哦 ，make it happen 哦。就所以呢，今明年有一个十一的后生的哦，未来都奶奶啊参加客家文化会议。哦，恳请台币呢，啊，过来民间访问呢，其实就主要那个讨论啊就出来，那个因为那里有青岛上面青年群，哦，提出一个 idea， 啊来个人多一嘛，接受青岛的吼，包括哦青岛的种三方石啦吼，啊用用某个方法来推广汉语啦吼，啊出啊更多的那个场合地位吼，提出青岛建议咯，其实拢真有价值，啊条建议呢，可能现场可以做一个说明。啊，刘德伟呢，可能马上可以做；啊，刘德伟不一定马上做得到。哦，不过用呢，充分交流呢，哈，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哎，相信等会呢，大家哦，不是客气了哈。啊，还当然，那你啊，几位杰出的客家师傅工作者呢，哦，一定会帮大家哈，来去买一个答复了嘛。哦，他呢就一年多还是的哈。啊，再过来哈，他向大家哈，来多多指教哈。参加。可能是针对了某个问题，拜托你提问题不要超过40秒，吼。啊，你回答问题没没，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你因为就这点钟的时间，你这点钟是分的吼。所以 ，I like to try to keep it on schedule， 是讲他准时的，他好，好不 ？OK， 好，来会长。40秒。问张的生人还是存到35秒？啊，咱们蒋局长啊，桃园市政府啊辖区啊有台湾的西湖，
家族有米国的西谷，前面要聊到西谷有嘛个联络？哎，你就是即将问题的困难。是这样回答的是吧？好，我记起了，我记得了，是不是？那就问问的问题，就像许英国问桃园市长蔡文灿这样吵啦。航空城一只地方，里面就可能是桃园将来是有发展的一只科技的一只重点区域啦。故如一下中央政府就将亚亚洲西谷啊吼，用到台湾的亚洲西谷，用到亚航空城一只所在，也希望将来亚洲的将亚国际的人才留在台湾。好，尤其桃园的一条青年人才，好做一只交流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安尼。故事一下其实都老亚美国的西谷，一下美国开始做安尼一只国际的交流，即只有人才啊互相往返。一下的计划正在执行当中啦。一下讲很嘛个具体的，其实如果我们还没请。清了的，因为爱去客家区啦吼，那也唔要清干老呀，也负责的去金巴，爱得为金巴局来负责啦。但是就讲也确实就讲，人工投研啦吼，老米国一片的事故，可能会有行较多的交流的机会，啊，做得冇？啊，感谢。OK， 你会做。那一个问题，那些林经常的思考过来，不过一个问题，那请问那个学费，台湾哦，按照现实政府有多有客家 VIP， 客家 VIP 同那个国宴是客家 VIP 有那个互动，因为有台湾的亲戚朋友帮忙，两件事情都有的，还有的台湾的朋友哈，提供我来参加的。冇嘛，冇辦法，我用嚟參加，嗰時係講嘅客氣氣喺裏面，一方面嗰種冇嘛嘅，冇辦法發生作用，啊，請你咧注意，啊，多一個答覆。人家上一年問題咧對啦，混蛋啊，死鬼啦，所以你注意私底下回答还是现在？不过 ，NTM 问题是针对针对俩新规的困难哈。其实台湾各样是其实大部分包括连基隆哈，也有客家那个语言费啦。啊，无客家语言费的部分哈，也有客家课哈，比如讲嘉义，比如讲彰化，那文化局个的哈，民政局个会全部属于客家的事务啦。但是像人家讲参加个会议吼，当然也得给那个问题啦，因为人家要个听力是讲要跟一个民间吼、民间社团吼发通的一个会议哦。所以呢，人家比如讲去鼓励，比如讲台湾的阿飞各社团吼，去鼓励个会员吼，大家来报名吼。啊，有的当然上前无参加吼，啊那个社团啊，有想去参加个，但是伊本身无参加社团，那可能上应该是一种情形。不是想要的事情，可能以后也是可以吼，大家可能讨论到以后也想要做会议吼，可能政府单位也比较够积极来协助一个方面的事情。因为过去可能因为一个事情是民间社团的一个自主性的活动，自主性的活动。啊，第二呢，其实中央跟地方上吼，其实合作挺多啦，因为可能进入中央的政策，中央的和地方上吼，可能客家事务处那有办法吼。因为中央就年都还是台湾部一个单位哦，来做全台湾五国联的事情，或者可能固定也有会议哈，就会讨论。那随时呢，那那都附近客家事会会做客家面会有方面事情要请来，然后请副主席，然后请相关的单位，随时都可以请得到啦，随时就联络啦。哦，现在跟客家干不多少钱啊？好嘞，加班来。
好过。来讲来讲太太啦。啊，我咧目前在针对一个中央的学位费吼，我想每摆因咧开啊文化会议时阵吼，有请个一个客家先生啊，像泰国啦吼，那个总教授吼，但是呢非常的遗憾，就讲大摆个时间啊无啦吼。啊，像总教授来讲个吼，也是非常非常欣赏啊，泰国讲个也要非常欣赏。但是大伯就啊，我们时间不够嘞，吼、哦，时间又无啦，你是分到我讲物个啦，所以我就讲希望，那边仲有一个学位费吼，可以讲每年呢啊，派了都有名的先生吼，都一个从美国有艺术记录在沙龙，艺术记录在费啊，各省市各都有吼、哦，所以我就讲希望学位费那边有 MA 可能性吼、哦，派了都有名的先生都各去来演讲。唔出去，哎，留，除了经费限咧，啊，各企业咧，都在落去来做态吼，来向诸位向都向面做那个来回答这个问题。OK， 初步你好，哎，你个节目好，嘿，你啊 CV 就中了，诸位吼，诸位很观摩啦吼，哎，你啊其他摸双腿都唔得咧。平安街两排摸做咧，因为伊个伊个摸啊。他语言，伊含迄个是迄语言。哎，我拜托你30秒 ，OK， 45秒 ，OK。我有个镜头上是都建议吼，人家都会研究了吼。但是人家他个包括客家语言比例也蛮多了哈。头都个谈到一个朋友，问人家讲，你客家语言比例比例还没有8亿啊？那是讲人家钱多钱用啊？啊，我看人家给比例发通了哇，够品种。啊，就像比如讲，过两年叫金山了哈，啊，各位都多人多哈，也会有发通。其实客家语言比例比例非常有限的。啊，但是呢，有对客家哈，文化对客家的传承，对客家商业有帮助，肯定就会对研究来处理的哈。啊，其现在的吼，因为过去啊，他跟你讲吼，其实你搞客家话吼，没多年长啦，因为搞也嘛搞唔会啦，故所以讲搞面食较好，故所以一摆呢，几年就全部吼，派人那个南代的厨师啊，巡回五台族啊吼。去搞那个客家乡亲的做客家菜，啊客家菜还有一个好处就讲，没客家你呢亲爱呀哈，亲尝尝，不然谈讲莫表亲爱的还蛮究竟啥呢？究竟啥呢？有，人家都谈卖讲呀，我一下都莫表不会八过年了，不蛮长的，啊总来讲，人家个建议吼，跟你讲以后我得加强方面了哈，谢谢。我台湾是长辈长的。那从麦克风了，你听不听？麦克风啊，刚回头讲，大家能够有一家全球上去谈判，谈出来什么建议啊？我的问题是这样，蔡总统有21亿给浪漫台山线，这个经费啊，我想知道，就是说。地方政府有分到，像台北市分到不晓得。还问题还要问哦，地方政府就该客家政策，客委会会不会下指导期？会不会下指导期？哎，拿钱的时候，谈我也猛哎呦，这个也个有。其实问到台北市还没。台北市，台北市是业务，包括台北市。阿兄，各位乡亲大家做好，我咧台北市还搞个阿兄，我回答作为台北市吼，这种其实过去就不会一直被赏识啊，在过去本国吼，老总统的本国吼，其实看无其他乡镇吼来签，不过呢，再了两年。在科比来做市长的时间呢，啊，你来选的团队呢，其实因为吼，客家的工作吼，其实都市的危机甲乡村的危机甲下太，故所以呢，佮你非常积极的
较重要，啊，你做做会哈，啊，拜托，啊，甲珍惜重要的个照顾老支持，啊，啊，密切来分工合作，啊，你分工，唔过，就是我都讲咧，有指导期啊，无指导期啊，啊，那边做咧回答方法，特别是100%无，啊，啊，就这地方就是是自主性。好，两位太监，替我卡手，马我是来自台湾的中立区的托米，我小名叫托米，台北客家妇人社创会的会员。我非常的奇怪啦，总共是演了后三年啦，客家妇人社今年第14年，客家演讲杯。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叫做客家演讲杯，有5种的语言，这个教，这个落去教育的非营利组织的个演讲杯，客家全台湾2004年多了哈，请我后三年来参加，老板呢吼一办事了嘞，来就听那个听啦，唔见听啦，反正就从我个来听。个几个你说啥？那真讲是多撇啦！你们爱嘿嘿嘿，阿不去，那爱问题嘛讲的吼，全世界2只用客家语言，客家妇人社5种语言的法，别一飞一飞条讲讲下个翻译本来就日本人，日本人就日本人，日本日本7多年，好多年啊7多年，但是客家语7多年。还有演也还有那个演讲方面有没？我家居民也就想到，三胎结婚也头脑，人民提供我学人文，我薪水会增加；我学日文，我薪水会增加；学也学得无蛮好，我普通话讲，你的问题就表示我的问题讲，让我人家认证啦，听你的那个自信诚实认证啦。那总出去总去做去，我咧打出去哦，一定要谈。就叫配个吼，配个宣传时的考试的，考过得了，唔票高，唔票大最高。还个最重要嘛个问题咧，因为俺学会飞的人啊，始终家里边说吼，先坐这里，然后你还讲人嘛，唔咩，先多重要的也好，来陶爷爷的也好，就一般你也听啦，先重要就听你啊。那有问题是不？既然唔合法，唔做宣传是靠出来做这个，唔要个，你休假有个做哪睇到？系嘛？系嘛？请你做这个，OK， 两分钟。从咩睇下咩咩黑板，然后只系叫。啊，系咪唱？系唔系？顾秋周都在飞，飘飘飞，但你咪坐不定空啊？你去到过年应该给你，那些那条小花。他给他谈你去年不提的那里面你摸摸摸摸摸摸你就自听嘛啥要回答吧OK 该该阿娘我们来拜托顾秋总总对你来讲我是差点没问题了哈因为我的总结就是后三年后三年不够好了啊诶，迄咩安尼？啊，后生唔讲话，所以就安尼又失败又讨论到啦。安尼要努力啦。诶，感觉安尼，相亲吼，过等一下，就是讲法过次，除非吼，伊讲讲起来以后，相亲又讲啊，你讲的最好，前面三个我都睡着了。所以可能上面会努力啦，总结就安尼啦。刚刚我问题要问李主任，台湾两个客家文化的工作已经做得东坡，进展也很好。但是我来向着讲，对于个桃竹苗个经营两办，那边下一次选举桃竹苗又变成国民党的票仓所以他就想讲说，也许
这民进党执政都摕阿达，摕阿达这边摕去哦，都三成包的这类经营桃树苗，所以希望桃树苗喊你们特别变拢，国民党的票仓，两位同学，谢谢。我来简单讲了哈，就头多也不多一个土著的哈，跟推三线其实重要嘛。因为推三线主要就是土著的哈，跟推中了哈。你经费预算哈，总统特别有交代啦。古时以来，就前瞻预算这个也有，啊，就客家语言也有，就农业语言也有，就交通部也有啊。总共改了四年哈，预计可以投入的经费哈，还算差不多100亿啦。四年100亿哈。即个建设推三线沿线的客家乡镇的文化哦，生活、产业哦等等的哦，啊，当然一个部分的哦，只要当过主任哦，就像桃园嗰度，特别是呢，因为独立体制啦哦，故所以就各部哦，很多都电费，啊，高雄哦，我哋下一阶段啦，而下我哋一个推三线做建筑做差不多的哦，那个计划啦，啊，开始都会实行。啊，建筑做现在就接下来就做六堆哈，啊，都将六堆建加建设啊那个计划嘛，建筑会做计划，一定哈，年代以前会提出一个啊六堆计划出来，啊个华东地区哈也会继续来做了，就按客家地区的啊那个乡村的建设哈，啊那个啊那个社会环境的建设嘛，那都几笔都有了哈。啊，头先讲的，按你仅仅还没比较选票，坦白讲唔咩。因为一个很多客家人的一个转型正义，安尼落拍出啦。因为台湾呢，像土著的吼，其他你讲哦，土著没有亲讲，其实土著是讲我们做土著没有呢，因为故意啊，政府底下投资吼，卡少哦，够卡少，故所以呢，经投资较多的吼，那个也应该吼，应该慢慢安尼新竹没有的吼，新竹没有的，新竹虽然讲有安尼个科学园区啦吼。但是呢，其他的农村的建设呢，其实面临其他一个问题，所以呢，建建设也建没未了选票。啊，未了选票呢，其实也没单子客家语言啦，因为一个县民哈，二县一个政党，其实有青岛方面啦，也跟咱的这政党咱的非常清楚。所以包括年金的改革哈，包括东山的问题，包括沙皮公平正义的问题，也都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该相信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会跟我，比如说眼睛的改革，过程里面当然纷纷扰扰哦，啊，那是摇摇欲坠样的哦。其实一通过以后呢，哦，其实整个民心哦就稳定下来。讲哦，一个政府真是哦，我蔡英文都有办法做下去。黑幕哦，一般你读多少都阿弟哦，他们讲没办法做下去啦。啊，蔡英文个意志感贯彻伊，啊，最后结果呢，大部分人也满意，大部分人满意。不是以民调呢，马上哦。回升9个百分点哦，9个百分点，也可以说推表讲哦，你只要愿意做事情，你有魄力去做事情，你有为台湾未来一个发展去做事情，就会得到民心的支持，要这样子去有信心。但是要没讲跟你做，其实非常多了，很轻松做菜的哦，很正常哦，像他的同样的批评之高了嘛，也可以哦，那个等他讲就过关了。那头先讲个后生那个问题哦，其实也可以说底下，而底也可以还客家目前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挑战性最大的问题，故所以呢，来讲啊，每八个人哦，按你青岛的那个努力啦，去拼搏哦，按那个语言方面，语言方面讲真简单啦，一个全世界人类啊文明发展的趋势哦，就会少数语言哦，以必然是行业一个分布地位啦，哦，一个很多历史的人类的文明的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你讲是政府跟按你啊去搞的作权哦，有一个哈。啊，那个决心哦，就有可能延续哈，也衰亡的速度，按过慢慢的哈，可以起死回生的哈。看刚刚哦，那你过去讲客家话，讲客家人讲客家话，一地方出口不出啊？其实现在不一定错，客家人经过多年不要讲客家话，无会想讲客家。那距离从昌永新集团，昌永新集团全部会晓得从客家歌，但是底下有多少客家人对不？一两三呀，其他全部好落去了。
其他项目好容易。外语去到落台成就啊，就教客家嘛，就学讲，伊事实要学啥呢？伊都会客家人的嘛，两个客家人办得好容易。台南哦，有个最台湾特色，很多崇明国小，以85%啊，好容易。但是底下有一朵云好客家话，伊好讲有2800人上，以为300都好客家话，300里边呢，客家人超过10%，80%人讲话，伊都好客家话。他们人其实说，人家高中，我不是好多人骂死哦，伊高中讲话，唔呀，大家都假装毕业哦，全部讨论过呀，伊假装讲讲哦，好多话，大家都可以讲。啊，外省人呢，就好讲，可以好多话讲法真好啊。故所以就好多地区的啊，那个好讲最大的特色哦，好话讲法人比方好多话人还不多。以好讲无可以好多话去办咯，但是可以客家话。故所以那个你现在的国家那个客家基本法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讲过去呢，我哋讲客家人讲客家话哦，也基本我哋继续去讲，因为我哋希望。黑卡是吉卡的中国模特啊，忠实哦。台湾跟阿娘伊妈无用啦，阿娘伊妈无用啦，那你见到伊孤立啦，哦，无妈啦，妈吼一妈一走啦，哦，一妈一走啦，哦，孤立他讲。另外一方面呢，人讲客家话从属人主义变成属地主义啦，好、哦，把这个属地主义呢，就按左边讲的很多汉语文化去，内都也是的，不管好多人然后。客家人吼，我晓得讲客，哦，主要个体系的吼，啊，你为到有安尼个反应啦，因为客家迄语言无反应吼，唔错讲安样个客家唔会啦，啊，另外一方面就讲啊，客家认真考古会唔晓得讲，我们从80%的人，但是呢，也一个概念上唔晓得讲客家话，也可能客家人，也可能没客家人，但是以年纪大的人喺度上个也学上个吼，来考个试啊，他们蛮多情感噶。那有一块我考场啊，真是有的那那些社会生哈，那感觉好不也挺感动啊。爸爸妈妈唔晓得讲客家话呢，但是伊讲哎，侬带那些人来考那个客家语知道，伊跟不些人家乡的中年样样唔会查，啊考过哟，晓得讲嘛咯，晓得讲。台湾有一个在全家便利商店地方，一条街上，一客家人。原来的社会噶，都特别是啊，全特别是社会客家话人工体面，晓得讲客家话无？唔晓得讲，人工体面无？唔晓得讲，安样办咯？安样过咯？但是咱小康鼓励，你参唔愿意参加客家人工，还挺好诶。虽然我用配合咧，生活咧环境唔晓得讲，但是咱要挺鼓励诶，已经挺好。不是咱讲咱今现在努力付出才就讲，建立一个。客语、客话可以哈，可以不那个使用的多，讲的多啦。就讲可能现在从语言来讲，爱讲客，哦，轻量一轻爱讲客，哦。先从也轻多点，唔晓得讲嘛。你讲个客，麦克风舒服个，你讲客家话。感谢感谢，咱个，还要继续来，只只个继续讲，诸位听众咪上台讲话啦，所以。还是讲拜托给语言啦吼，所以伊个三言佫是讲上来讲，他讲啊，本来讲啊，袂讲啊，你啊当无讲都唔得。另外，迄威，亲吼，好教诶，啊，厝边个托人可以，平常好教教，客家话就亲咯。哎，不过哎，一只建议啊，你后三年呢？我看天书、看天罗地外头的节目，所以爱知道，俩所有学会费啊，我有了钱，我支持天书台个节目，我本后生人，我看的节目唔系宣传性的，我看的啦，我爱做。
正在回答。导演，陈导演。没，三分钟好不好？三分钟。来。安永，你是十几分钟是没得了，来。讲清楚，都在回答嘛。因为刚刚的阮教授讲的意思，希望哈明飞做的蝙蝠天医生嘛吼，第几次像也哈家电视台，下面做的做后生人爱看的节目哈，用哈家语言啊，本后生人做的多多接触哈家话，伊对好哈家话就像你耳濡目染，就好比如讲，哎呀，都看英文的天样，安个意思嘛吼，南迪亚，你注意做的别有多钱嘛？吼，可以试下张枪高一下。哎，用外科也是政府来讲嘛，吼，一两年来也有做诶，就系针对个小学生啊，就石头小学个学生诶，我也有做个卡通影片，吼，用汉语拼音，像小木偶啊，吼，一种较舒缓养，要不然就得个做诶小飞侠，做到我也用一。小朋友爱看的个卡通，个着用客家话来配音，有西烟强，有还有海流强，就我要做好以后，就变到学，就基本学教，大家学教个着就记起，个就做着本学教个欣赏啊，做着做上课安尼才教学个使用，以后个着有桃园市政府有开始在个做，我要因为也是一种农活个方式啦。OK, next. 不好意思哈，我想我用导演的立场来讲这件事情了哈，就是我拍过的片子里面有非常多，包括公共电视的行业戏曲，包括客家电视台的戏剧哈。那我想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拍片的过程，我们找不到客家的年轻演员，而客家电视台的这个最佳男主角是扶老人下去学的客家话，哎，那找不到年轻的客家的演员，那这个年轻客家演员的这个就我一直跟年轻的朋友们讲说，如果你客家话很流利的话，起码你想要走上演戏这一条路，就有个客家电视台，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语言是最基本的。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故事的题材啦，就故事的题材一定要年轻化，一定要非常的年轻化。像最近台湾有一部很红的这个台剧叫做《花甲男孩》，《花甲男孩转大人》。对，那我们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就是用台语，用后的花下去做思考的。对，所以我站在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的立场，我认为呢，剧本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故事就没有剧本，没有剧本就没有后面的产业，没有演员，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剧本一定要用客家话的、用母语的思维下去写的剧本，而不是用华语的思维下去写再翻译过来。我认为故事的收集跟剧本的产出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如果客委会支持的话，那更重要。现在我们常都是从后端开始在想起。但是我认为前端是最重要，比如说客委会可以做一个客家故事的征集，或者客家剧本的征集，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有了好的剧本，就会有后面好的节目的产出，就会有更多人投入这个产业，包括导演，包括演员。那为了要投入这个产业，客家话就必须要流利，这个是很现实的。好，谢谢。哦，徐蒙太嘎。你们本地的人没人讲吼，那他们从开始也是去帮，是古代的三十多年吼，还有落后教育吼，那叫唱高音的，特别是中巴师的国勇师都宏观来了吼，中华馆，不等于那是叫太远了，这地方那些又嘛该科技啦，产业建设，哎，他当然根本无差。所以老人家是说过，你客家人很多优秀人才，全部我无言啦，你买人应该唔得啦，吼，系科技者。天将问题咧，搬到李树伟，然后 NDA 对吧？就无言了啵。
唔重要的吼，来去感动到。小英的学家每种中做到中东遐，对迄个学家里面充斥有感受而已。我现在是学家轻松了哦，那现在嘞奇怪啦，说你个人的哎，你注意啥？你啥存的全部无学家去啦，对不？啊，还不其他轻松因为政治节奏人来看那名单，我不是学家去，这点不能好，除非是专业。主要照顾者啦，吼，主要靠照顾者伊公妈一方，安尼就替伊公妈一方。故所以过当然啦，像台湾啊，安尼过到妈妈吼就抢外劳咩，结果搞出来生意连公的花全部摕来连外劳公花呢，吼，所以故所以啊吼，也系真实也系个确实问题。所以俺要想到要有买好的办法，出一个办法，也太搞想啊，但是当然有过多的。嗰度嘅一種安尼輔助啦，嚇嗰度輔助，比如講安尼，佢研發嗰度嘅遊戲器材，啊，伊就會甲人講法，嚇，伊就會甲人講法，安尼研發嗰度也做，嚇，也係講嗰度常常有研發，比如講像安尼啊，格林有一套嚇一種中英故事嘅一個語音嘅系統，嚇，因為播中文、法文跟英文。但是还可以六合法，啊，就六个一百折，还用合法讲故事，所以呢就可以点来去谈到爱，用合法讲故事去谈。所以今天我伊讲的事情，伊就会讲。所以你有几多工具啦，就唔只干咩照顾者吼，伊困难困难，但是呢，能够运用几多工具，吼、哦。所以故所以我还是鼓励，虽然贵少，但是我会鼓励他家。即个干土生人嘞，啊干生人讲下，也即个要坚持啦。啊，虽然不用去讲葫芦花，主要做负责，但是去驾驶，尤其对干生人恐吓时间，我坚持用即个来发。好，哎，非常绝。感谢，我问一下。那个简单发言会讲到，我留住客家的文化。替有叫做我留住客家的乡情呢，年轻人能够待在住那里最要紧，对不对？很多年轻人都在乡村，这个那个职业呀、啊，跑到这个乡村去，那么我到都市去发展，好容易让人休养的。所以说，因为客家都是客家文化，客家太叫做状况多，所以说这个乡村的这个年轻人怎么留住住那里？给他有一个。有好多职业最要紧，所以我们辅导那个职业，所以这个那个蒋局长，这个他表我们桃园县也在做了，像发展啊长江吧，马鞍马鞍嘛吼，然后就后续那个渔业啦，啊做偶围啊，做地方做好看，我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的这个很现实嘛，看看。
是要唱门吼，哎，你学来吼，老过年啦吼，北京话吼，人模腔样嘛吼，诶，本人注音要四五声嘛吼，啊，客人有七声嘛吼，啊，你了给你推展可以写作一些，应该蛮去发展吼，很多老罗马罗马字注音啊，然后给咱两个腔样，给咱嘛有腔样问题。诶，最台来讲，全台湾汉白还要蛮复杂。有问题嘿，你按进去那位。OK， 你再注意一下。结果你讲你没讲，全部是问题。来，阿舅父在这方面，他。阿舅好，哎，你有点问题啊，其实，关于在民间的事情，我有一只讲，语言是文化面足缺乏嘛。但系一只口号，还一只做一只民间的文化作战的角度来思考，是之类来行通。不过你在了两年啊，在了台北市的事情，有一只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也就是讲文化推动的成果，不等于啊，你客家话语言的部署，甚至呢哈。要骗人点多诶，也许也就一只心态要对你讲哦，来一只重新的思考啊。那像啊，你你每了两年啊，有那些太感受的感受到，啊，感受到了问题。那如果我了问题，还是提到那边来，那你不要你猜错某一啥，啊，那你要再进一步的思考讲，那的问题出到一些，啊，你要不要解决那问题？那你要懂得都要清楚的答案嘛。也就是讲，啊，判断吧，没问题。尤其喺客家嘅文化吼，在所有嘅进步嘅社会，进入嘅社会地位度咧，大家全部非常欣赏，非常嘅。尤其喺非客家人对客家文化嘅同行，非常嘅。不过咧，对客家语言嘅推动咧，也做可能轻态嘅啊报复嘅，用语言去推动语言啦，吼，可能是较困难。啊，要么用文化去推动语言咧，吼，加落来嘅时间，也系一只清楚嘅一只嘅方法，以上。感谢。Hello， 我是前面中嘅咩土人平镇人，我一带到San Francisco 嘅咩参加嘅百家族台湾客家会，我百家族台湾客家会，我今日要讲嘅咩门嘅主角嘛，做本地客做一只参考，百家族台湾客家会有只百家族台湾客家语文学校，听讲也系全世界第一。主要是在北加州台湾客家语文学校，然后搞两个来做告状的哦，跟咪就带头搞的啦。不过呢，跟搞的学生哦，见搞就见少，先生呢见来就见多哦。不过你阿就无学生，而你阿个咪感谢个学弟弟哦，当然有个名誉在下。每日一课，那送过来呢？乃从2010年出发出来，2010年都了2017年，六年半了。哦，没问题啦，哦，都所以来看哈，跟我们俩，跟我们。刘永明，那种建议在台湾的人口调查时间呢，分享那个注意的，就台北的天发问了一下，哎，请问魏先生，你是哪里人？啊，我是黑龙江的人，电话就挂断了。但是呢，家不远啊，那客家人有54个，所以那一家就有6个客家人就消失掉了。所以户口调查的时候，还有希望呢。给中国台湾来调查，给好好老客、好老客要清楚了，
好多学家都在学家里，所以说好多学家在国家混种的学家里台湾的学家里超过50%，不是以上，是 majority， 不是 minority， 感谢。谢谢你，其他你也是学家。哎是现在我们呢是该讲出场啊，几多头衔啦，国际那个机场的最强的啦吼。哎，感觉讲哎是到南条来的啦吼，啊南条呢是山东的，啊都加些客家人，加占70%啦。啊，你拜来了，我们两个人其他讲无办判团，该也无判团啦。哎，初段是差不多就招你修改而来啦。啊，判了判你都无啊，啊无法度啊，牙齿搞两公婆来啊，啊来你好，哎你是几届工匠师娘？请我讲乜个银行沙，我判啦吼，啊牙齿讲吼，迄咩讲啊，双方嘅状况吼，讲思维喺你台湾吼，一整合下吼，讲太搞困难，该银行沙就一班咧，几多钱吼，啊就爱参加咯，我感觉你拜来你会当有意思啦，杨顺讲了。就是当到世界的朋友喝酒嘞。好，谢谢。看到。你知道哦，同个情况相同啊。台飞吼，有请人嘞吼，啊，最有啊，高雄市的咩，一个个打电话哦，无言来来哦，啊，就只好了不好来哦，刚相同哦，就自家出钱咯，啊，无敢主要还有伊抢钱咯。因为那个沙团还有一些补助哦，吼，因为那个沙团讲啊，一些是拢无哦，吼，所以讲个情况相同啊，所以今日可能明年提示蛮硬的吼，可能我们台湾派一个台北号来，完全会看哪一点影响啊，因为那样也会像我也可以做会多难哦。好，希望。大家讲翻好唔好？哎，你好，天有天知哦，哎，你个造化啊，造化的曲作哈。那个黑大的吼，哎，你看这班个大字吼，因昨天吼讲的，我昨天讲的我很欣赏，所以我一号像那个艺林啊、大林啊，有个客家方言党，哦，还有你调查出来状况就几多黑家人，哦，我希望吼，未来吼黑家未来会委托个状况吼，除了土著没有啦，其他黑家都进到个委托里面了吼，调查、督查吼，咩黑家住在外种村里嘛吼，有鸟片在村里。有那个云林那边有一个姚平村嘛，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彰化哈，怎么搞会省下补助啊？有几多人住几多大楼啊？有莫那就停了。其实都是里面问题啊。那个讲到客家嘛，大家就讲到桃竹苗，要不然就是高屏，对，那但是自从有客委会以后呢，那很多地方就说我也是客家人那样子。为了要申请经费，那彰化县，彰化县一个以前的统计啊，彰化县的所谓客裔的人口有23万，那占了18%，但是呢，每次要申请经费的时候，我们的客裔人口就会出现将近50万。对啊，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刚刚主委所说的哈，其实是属地主义，不一定是属人主义。彰化县有很多，就我昨天有讲过很多客家的祖籍，包括地埔心乡有个村子就叫做饶平村。对，那以前的台中县县长廖永来，他就是二里广兴村的，那也是客家村这样。那像那个彰化县分园乡，分园这个字就是一个客家，因为分园后龙发还混啊混啊，分园乡有一个村子叫家东村，这个家东村里面主要是以辅导人为主，但是因为产业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村子包括家东国小，这个村子现在在推客语，而且呢，这个村子里面后龙里讲客语的这个比例呢，是比讲后龙发的比例还要来得高的。啊，那彰化县有一些所谓就是每次要申请经费的时候，就说我是客家村的这个。包括客家社团，包括客家村，其实连最基本的客家话都不讲，好、哦，什么啊，吃谁啊，哈、哦，这种最基本的都不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认为，就是说经费补助的时候，哈，其实不应该它上面只是挂着客家这两个字，或者是三山国王这几个符号的代表，而是要以
推动，特别是语言，语言是真的非常重要，没有语言这个活动其实都是跟这个扶老人的活动没什么两样。这个彰化县也办客家的活动，也是拿油纸伞，也是拿花布，但是从头到尾也是擂茶，但从头到尾讲的都是喉咙话，所以哎，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谢谢。干不加，不好意思哈，9:58，徐宝前最后一张问题，好吗？没办法啦，电话给你听，他吵一会没呀。就这一个简单问题了，主委长都爱转发上来，陈导演、陈总局长哦，很感动啊。那台湾的一个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安国安中的哈，所以1895年英国战争，那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根据。为什么客家委员会啊，或者是彰化县，或者是中央政府，应该设立一个很大的一个 memorial， 对吧？来，至少在这个。在台湾的一个本土历史定位上面啊，做一个，不然很多人说台湾没有历史，对不对？现在台湾很多有历史，这个应该，我讲应该中央地方啊，或者客家委员会啊，特别特别的那个。OK。现在我问题啊，来回答好诶哈。国家讲出边，客家有多么衰，总诶，陈局长讲讲，我用闽语讲，客家人想是都有意思吧哈，真是这样。然后天天跟谁呀？伊哈讲诶，1895乙未战役哦，其实哈，伊哈诶，从一波国家桃园市政府中央部波国家就有天天讲，其实伊哈浪漫台三线，浪漫台三线桃园都平整，让人民没有损耗。有在里面公园咯，复兴公园，还有桃园市政府有老汉民间提，就讲爱去在国家级的乙未纪念公园，吼、哦，还有就讲规则的客家族群，台湾客家族群的一只国土，爱介绍人家的战争对客家人的当初因为一个历史背景，客家人故乡本土的精神，吼、哦。我也希望，这个一般的民众，我还有各级上做得了解客家人对台湾一片土地的贡献。我说要在安内，他已经列入行政院前瞻计划当中，已经这个这个进行了规划阶段了。可能两年以后，客家转到桃园，哈、哦，要平整要在提起，就做得来参观呀，验币。国家级的 EMB 营养公园，以上报告。感谢，对啊，他这个报告同，反复问题他同踊跃哦，还多感谢感谢。